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谢简单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如果你跟我一样爱拍爱剪爱写爱编爱导爱演，有个出人头地的机会来了，由天主教之声传播协会所主办的福传 You Can Be 全国创意影片大赛开始了，最高奖金50,000元，参加资格只要你是人，只要你是地球人，持有我们中华民国身份证的本国人，或者是持有居留证的外国人，都可以参加。参加作品的内容很简单，凡是有关于天主教的堂区故事、历史故事、创意福传影片或是神父修女的故事等等，只要是包含天主教相关元素在里面，通通都可以参加，最好是会感动到流眼泪的。3到7分钟的影片都可以报名参加，收件日期112年8月31号截止，只要你敢演敢拍敢写敢剪敢爱敢恨、截图我们影片最后面的 QR code， 或者是到影片的下方有网址可以连接到我们的网站，里面有详细的比赛办法和报名简章及报名表，您只要下载填写就可以了，赶快来报名哦！有问题的话，也欢迎您到赖群组里面提问题哦。还等什么？赶快动手去拍啦！